三明喂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出外景了，真的耶，一出就来这种地方，对啊，超变态的。来，不是我带你来这么热，来瀑布这样吹一下风，对不对？这是立德的浪漫，结果还没有风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我昨天听到一个冷笑话，说可能会有点冷哦。好，我需要冷风帮我降温，他很贴心吧？就有一天呢、在办公室里面，然后两个女职员就吵架，然后吵得很凶，然后吵到老板就说好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然后他们继续念着这么热，我们在吵架，然后老板就很生气，拍桌不要吵，吵的先说，就是你安静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我看你讲笑话，都蛮适合降温的。他走这个路线，刚刚不就说是冷笑话吗？有啦有啦，的确，老板蛮聪明的啦。来，来，来，好，哎，大家挤进来就好了。往里面走，小心哦、喔。不要滚下去了，真的滚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有人帮你挡一下。终极三选一。跟美女去海边，跟立言哥跑雨，跟立德走山洞。是不是其实这个比较轻松？李老师，我选立德。OK， 对不对？其实场面好，在立德前面，他要选立德。但等一下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推下去，怎么办？我其实没听到，还讲坏话是吗？没有，我说你怎么选都已经选立德啊，对不对？也必须要保护他们吧。你知道小丸子里面谁最 man？ 最 man 爷爷。谁？小玉。算谁？九泽。为什么？尖头 man。尖。这可以。这可以吧？这可以耶。你想谐音的？你怎么可以想到这一种？蔡明慧，如果男生再来这种地方告白，我会生气，我一开始不会来，我会在洞口就跟他说你滚，你回家，拜托回家睡。那如果是你喜欢的男生找你来，你是我喜欢的男生，不会喜欢这种地方啊，还要兴趣一致、啊。他说今天来也特别的，我们去散散步吧。special 的吗？那边有洞穴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会带喜欢的人去爬山。真的、还好你没有喜欢我。也还好啦，对啦。来，各位，大家开始哟。喂，王丽的历史那个高峰是什么啦？赵师傅。OK 啊，我的故事，我是上面的信啊。然后照片为什么谁放的？印在上面，骗人！真的啦，印在上面。你看到灵异事件吧？真的有照片呐、啊。那如果没有嘞？没有的话，我画出来。对，那照片你还拿过来？要不好说，要自己下去看。旁边去啊。明慧，我跟你讲，最近有部电影要上映，你跟我去看电影好不好？不要啦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我买个付费平台啊，你跟我一起在家看就好了。不是，你先去看电影，荧幕又大，又爆米花、可乐，多舒服，对不对？在家可以坐在自己沙发上，穿自己喜欢的舒服的衣服啊，这样不是比较棒吗？不然去看电影都不穿衣服的、啊？没有嘛，你在家里可以穿睡衣睡，去看电影也是可以不穿衣服啊。好了，不要吵了啦，一个危险，然后一个又要花钱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知道有一个频道，它呢内容很丰富，而且又可以免费观看哦，连我最喜欢看的《美丽人生》《日出他乡》都有哎。有这种事？追踪火霸，想看独家。真的吗？小编是去看，你去看，你怎么去了就没回来了？你看对啊，你来看。哎呦，立德贴的吧？那打马赛克吧，立德真的怪怪的啦。他不穿起来长裤吗？对啊，那地方其实是一个哨所，应该是很久以前啊，兵哥在里面无聊，对吗？合理合理。哎呦，这次不小心就到了新小节目，真的哎，叫做《人生真美丽》。妈呀，
看看我们的摄影组，好辛苦，很 man 哎。结果他健步如飞，你看，健步如飞。我的脚不是用在这个上面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脚是装饰品。喘一下，你喘一下。你这是胆小鬼，我这不得惊，我是想讲，这蹦无代无事，你去去咧，你去蹦岗内面探险啊？你食饱就用啊？啊，不是讲，每一个查某囡仔心内面拢带着一个小公主，你哪会遐尼无浪漫啦、啊？我算讲要浪漫啊，啊不是干你。好、啊，蔡明慧你，啊，我受伤啊！你讲这话，我痛。好啊好啊，卖个烟啊！这无向就无向啊！我蔡明慧哦，这无一件舍命陪君子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绝对袂让你跋倒还是受伤，你相信我。讲到袂输咧，蹦坑内面有蛇啊，有怪物，我才袂惊。等你就知啊，行。雪莉哦，行啦。我要行雪莉哦。你行阿妈啦。雪莉。哈哈哈哈哈哈高啊，加！哇，真正有瀑布呢！系啊，主要个蹦坑内面水汽就是借瀑布造成的。啊，大刚吼，嘛干那下晡这个时间，日头会照入去个蹦坑内面，加上这个瀑布的水汽，就会使制造出比较彩虹。三小变魔术同款呢？有啊，而且哦，一道彩虹不是大刚拢有哦，爱碰运气，所以我拄只家己先走来一抓啦。阿将阿兵报敌也好，阿兵让你失望。多谢你，你真够用心诶。对你我当然蛮用心。安尼，我送你这个礼物，你有介意无？有啊，有介意。只是你这么水的礼物，就要跟大家分享。我等下找我妈过来嘛，做伙来遮看吼。蔡明慧，我介意你。黄立德，你是在跟我讲耍笑哦？我是认真的。顶个伫美女休假面头前，我就想要甲你讲我的心内话。要唔过，我惊你会拒绝。我有认真检讨过啊。伫我人面头前，用甲你讲遐个话，确实是对你较无尊重。所以我咧想，要找一个特别时机。刚才我两个人在的时阵，真心想跟你告白。你别跟我告白啊，咱只是好朋友尔。你如果我无想要咱跟他是好朋友啊，我希望咱会当交往，我希望有一天，你会使是我王杰的太太。啊！你别讲啊，你即马只是一时冲动，我当作囡仔你讲的话，我拢无听过。哎，明慧，明慧，我无想要跟你遐惊啦，我希望你会当和我将话讲清楚。我知影你即摆无即个准备听我讲遐个话，要毋过我嘛无一定爱你即摆我一个答案，我会使等，啊我通常拢无要紧。你免等啊，我已经有介意的人啊。你有介意的人是啥？我介意的人，你嘛有识识，就是立言哥。杨立言。那也可能是伊，那也无可能。我甲李彦哥足久足久啊，李彦哥心内嘛对我有意思啊。所以恁两个人是互相依赖。一开始不是啊，只是我单方面。啊，后来李彦哥嘛表示讲对我是有意思，这拢无重要，重点是即卖。我知影，你应该心内有我，我心内嘛敢，你应该一个人。王立德，
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你会介意我。咱两个大汉了后，无见过几界面，你可能嘛无了解即卖的我啊。虽然讲，我心内是真正把你当作真好的朋友，啊，不过你的心意，是的啦。你没有会是的啦，你嘛无做唔到什么代志啊。是讲有啥物你介意人，偏偏是遐闭眼。我这世人甲伊有甲，到底是啥物缘分啊？王立德，你莫因为安尼就对伊有甲看法有影响哦。不会啦，我袂安尼想啦，莫紧张。是嘞。你袂理会是嘞啦。啊，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我查某囡仔骨折，嘛不是啥物代志啊，我会当接受啦。好啦，我看天要乌啊，日头要落山，咱先来转啊，无大碍烦恼。嗯。看起来我的拒绝还是伤着你的心。Oh.